位观众，你都一直在苏州来白相，千万不要忘记，到我的德裕里菜馆来尝尝你的苏帮菜。啊，我是啥人啊？是德裕里的经理，我姓杨，大家叫我老杨。啥？哦，面色不好看，不要紧的，马上就会恢复的。啊对，这天身体是不大好，那还会不好？才是把店里的百姓也气出来的。哦，那这个青年服务员叫多多，你都看你个头发，三分像男，七分像女，蛮好叫你见得多一点。你对我讲，拎不清。这个女青年叫乔梅，你都看你穿个衣裳像啥个样子哦？叫你去闻闻吧。你对我讲，我这个会是蓝色的嘞。哦，这个青年厨师叫范三刚，大家叫你刚刚的。杨经理，我今年33岁，还没把女朋友，请您关心关心。啊，一点也不刚嘛。这个是我的独养儿子，叫杨矛盾。哎，不知哪里的儿子自家哈，你矛盾聪明能干，工作积极，是德裕里的投资部书记。不过最近还让人出新花样，说要带领这班青年去开一班分店。哎，那总店里我还不放心，哪好让你都去开分店呢？分店。哎，是谢谢德裕里。名菜味道鲜又美，有人要吃德裕鸡了不用带，有人要尝尝天下第一菜，有人要挖杀黄豆炒豆瓣，更有那么松子滚青豆皮炒五块，忙啥子？马德亚经理那天天个河里有个杯，马德我。跑来跑去，好像抽个体育大比赛。忙得哩个嘞，后来隔壁的无所谓，怕只怕服务质量下降太太白。忙得哩个嘞，形势大好喜满怀，农民客会进人来到你德裕个楼下来吃红菜，忙啥子？忙得哩个嘞。年纪36，工资一眼眼，毕竟心哪能来发挥？到屋里家务事体一大堆，夜里眼睛睁不开，哪能忙得哩个嘞？青年接班上不来，老头子病假担子好紧呆呆，真是越忙问题越承担。我恨不得双脚一道要齐起来，忙啥子？亚经理啊，你还唱的是叫？唱不是嘛？你帮我唱一样歌。你哪想咋在公园里来不行？爸爸。哎。哦，你别谢啊，我是来锻炼锻炼身体的。哎哎。哦，对了，今朝大家不许讲谢谢德裕里啊。哎。
啥人讲啥人输的？妈，侬看看哪来子？马队，你答应厉害子，走。爸爸，你参加过苏州一日游吗？侬啊，天天游，日日游，游到现在回来还游了。喏，你看娘，按照一日游的路线，中朗向11点钟，喏，正好得该得。老板子不是肚皮一定也饿死。哎，就是呀。肚皮我们哪呢？哎，我不是老早就讲过了，来给他摆个歇歇。歇什么呢？小抹布。小抹布了，你明明想讲歇歇的。哎。哦哟喂，是呀，两家头一次一场来学我么子？我不会上当的啊。哎董事长，我马上上面跑。好嘞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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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哈米发包过来。老董事啊，晓得你们来个信来。啊哈哈哈。该带有吃饭的地方噶。董事，你是？你是套务工作，套务导台，套务下那个下台障碍。哦，下台障碍，还有啥事体啊？事体么是该当个。你要晓得你来自630个农民啊，到苏州油林里来白相个。哦，蛮好蛮好。那想呢，油林里向运不外地，只有七十的三角为队伍好，该次么是一吃不饱个。哎，小毛不负责有米白嘛？米白么落在毛光的哟。哦。现在你个农民啊，非得要吃得饱，而且要吃得好，你袋袋里有一个是钞票哟。对对对。吃着饭嘛，你要去看卖国的人，做别人了。哦，没好没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各位就是德月楼的杨经理啊。欢迎到到你店里来吃饭啊。杨经理啊，小张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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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啊，你那农民气里头，我的身上提在了，担待不起哦，担待不起，担不起。为何那份吃饭，你要肚皮吃饱，我马上装傻哥。嗯，哦，身边啊。当然提个意见啊，欢迎欢迎。你都外头有那个外地啊，发开到油林里来个，上了位祷告服务啊，那啥带？那个意见提得好，你真让人考虑这个问题，准备让给他开一百分店，叫小小德月林。再问啊，爸爸，你讲啥么呢？小小德月林呀？啊？咦？那么那是他？哎。亲爱的各同胞，你们好。咁我同胞，我唔系咁我同胞啊，我得你董香莲，你嚟先嚟啵，顾客们好啊好啊，你好，请啊请啊请啊，来请啊。我离开苏州30多年咯，苏州系我讲法好呗。哎，客气哦，来来来，请你请啊，请，来来请啊请啊，坐下地坐，请坐啊。害我天天想苏州，哦，想苏州的山，苏州的水，苏州的菜。这样苏州的菜，闽桂的菜，我们以地里向的，通通的夯不啷当，大大的鱼嘎。老张叔啊，侬的日本话讲出来，我不来恁来去。顾客们请用啊，啊，请用请用。小姐呢？不客气，请用啊，好好。小弟啊，请点菜啊！请用啊，好，小弟。阿姨，小弟，哎，来客啊！啊，来弟吧，来弟，请用啊！啊，谢谢。我有水一嘴啊！啊，有了有了。彭丽啊！啊，啊，彭丽啊呀，彭丽啊！搿句广东我自家听不懂子。你辣海讲苏州的名菜富丽啊？还了，阿婆讲噶，伊讲50年前在关心街上水果啊。哦，还了还了，今天先教你们谁子有素有能有清香的，爸爸了。好的好的。50年前那种阿妈，我们准备一下，下次一定教你们谁了。谢谢哎。不来是个，哎呀，搿只菜已经深入至几十年子，你答应我了，要是生不出来，哎呀，太真实。
重新来着啊！耶！嗯，帮子噶许多好人啊！呀，杨经理，你个是来家上个？小罗，哎，炒的紧烧好着。谢谢侬啊！干嘛？我回去了啊。嗯。杨经理，拜拜。拜拜，您最好。再会。嗯。啊。李子，这是我新搿家的女朋友，叫小罗。那妈子一窝子车也在进啊！哦不不，后天找本地排家狗，钞票已经付脱在六只骨子啊！六只骨子一头窝子啊！那个女朋友好大个面子啊！都么是稍微兜着点个，不过杨经理啥？我今年33岁，嗯，请侬帮帮忙，帮帮忙！帮帮忙啊，爸爸，我想请教一只名菜，叫富丽啊。你妹妹叫富丽啊？嗯。稀奇古怪，你都个白相一样。刚刚个女朋友来买只车二十斤，六只锅子一头窝子。啊？哼。你这位先生上来了啊？上班嘛，总归要来过啊。你看看啥辰光在？啥辰光呀？是带谢谢我。啥？我要一谢谢呢？啥场好去个了呢？来！哎，我讲拨侬听，今朝我去拍电影个。啊，小妹，还是真啊？真的。拍电影想得昏脱子。去哦。要不困梦头里拍电影。嗯。你都别蒙蒙梦里看人啊！讲拨侬听，今朝我拍下电影，要请我吃饭了。我为此要上班回头的了。为啦啦困梦头里嘞？生活就像梦一样的美。哦，谢我者。啊，快点离场去吧。哎，大姐，点点菜。这点啥啦？这点啥啦？这种衣裳像啥个样子哦？胸口里面还要挂一张针头头。针头头，不懂别讲噻，讲不得听。各种式样件，我说了你们也不懂。哩啦啦啦，哩啦哩啦啦。姐妹，啥去啦？今朝是的，奖金扣他。你扣吧。你扣吧，你扣到开你肚子吧，我不要了，嘿。这个，啊？哎，啥天？爸爸，这个。小杨，哟，白科长，白科长，关于阿拉要求办小小特约那个报告，啊，报告，啊，哦，对个，报告很好嘛，你们辛苦，我很忙啊，嗯、哎，杨经理，哎，我是特地来找侬个，哎，白科长，哎，忙啊，忙啊，哎、忙啊，哎，哎。你们这里完成工作搞得不错，来来来，希望能帮助。好，先光个啥子，上我蹲守吧。好好好。第二点，哎，公司对你们点很重视，要求你们在服务行业中真正起到先进模范作用。这是12点。啊。还有13点，爹爸，你回来谈工作了？啊，这是我的娘娘。哦，白科长的娘娘，白娘娘。也是，杨经理，有。啊啊啊啊啊！
你到。三爸，辰光不早着，到我屋里向去吃饭去。我往公司去，要么随得来得吃工作饭吧。哈个哈个，你坐呢。好，好好好。坐啊，坐啊。别客气。三爸，听说这张相书画得蛮有名的呀。好个，葛么老张师傅，古村里搿只汤是不要着。问这相思话了、啊，好好好，啊，老张师傅，哎，那钞票多钱？好好，金钱上面的事情，我欢喜一身轻，当场了结，啊，哎、啊，那么我们等你喊下去啊，啊，也没来这啊，刚刚就是啊，这只草纸管是两块的哦。哦，有收吗？噻，嗯，小杨哥，嗯，把裤裆又来吃两块头了。老规矩，接下来，嗯，杜拉姆来在啊，哎嘛多多啊，杜拉姆一只拉拉嗦，拉拉嗦。今朝主顾不来这啊，请啊！哎，嘛多多啊！哎，今朝主顾一直来来嗦，来来嗦。像男生都在，你吃吃看呀，牙齿也别脱子。杨经理，哎。你是说个草子个？哎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啊，好，没，请你相助啊。马队啊，嗯，你多个白相呀，我五百毛病啊，分多几十毛病了。爸爸，这里像个毛病嘛，总有一天要发作的。嗯，啥意思？地方哎呀，今早饭客满了，去讲也没用啊。侬去呀！哎呦，经理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经理啊，能不能帮阿拉侬酒店换一个地方？哎，流浪不是蛮好嘛？好，阿拉是办喜事呀，伊拉边浪吃豆腐哎，搿回去伐？啊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搿婚丧哪放了一头了？原来是分开的呀，原来一搞面搞一种，一搞面退一种，叠了这一头子，放到屏风隔隔开。对，婚丧隔开。哎，哦，婚丧分开。好的。多多啊，你送上去呢？好的。刘浪屏风关面三座侪是昔日人家，搿面侪是上世人家，既清爽又农村。好嘞，不要啰里啰嗦嘞，我只要苗头一夹，全部清清爽爽的。哎，啊，来者啊！特别是啥事？哎呦喂，这个苗头倒是蛮难割的嘛！哎，此地肯定是喜事。祝那顺上顺带。哎，祝侬甜甜蜜蜜。你干啥？祝侬幸福。啊，这么人家死掉的，你会冲我买的呀？你啥个意思呢？哎呀，对不起。
你弄错了，对不起，绝对不会呀！你们去啥事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妈。侬不要哭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？等侬下趟来，我保证改。你忘记我五一打了，你听听过吗？你忘记我五一打了。我哎呀，今年，哎呀，我无个亲人。呀，我个亲人呐，我个亲人呐，我个亲人。喏，好了好了，侬不要哭了。我来给打。出啥个美头了？我亲你呀。好，那不要哭。好嘞好嘞，侬不要哭嘞。哎呀，亲人啊！啥意思？侬亲人了？我越想，心里嘛越伤心啊！哎喂，杜总啊，明早跟文生去见他。可我哪能晓得吃豆腐会比吃喜酒还开心啊？开心，看他奖金。哼，经理，搿好像勿是办法吧？对了，还有你，你到投资部再不想办法克服搿点缺点呀？你当心。看他奖金。我看啊，待会后奖金嘛勿来事个。哎，你应当多了解了解你亲人的心，阿子啊。哎。哎，经理，你还欢喜看啥电影啊？看电影嘛。哎呀，开会呀！那个爸爸，你请你要求办小小答应楼的事体吗？走了，现在六只锅子一头锅子，再让你多去办小小答应楼，离了答应楼一段时光。哥，侬看，哎，杨经理，二十年前，恁家女朋友的辰光嘛，也没开门里门行当过，我也不晓得。现在家女朋友。还要搭只草席进口，小三，啥么子啊？当心唱不来。爸爸，刚刚是不对。我一定帮助伊克服。对。把裤裆多穿个男汉白。男汉。哪能办啊？哎，这边你都过啊！哦，我有说嘛了，阿拉经理会得报到公司，拿白裤衫搭个号头的奖金扣他个。对，应该扣。发来是该，我看嘛，地傲身色，地内布。哪不能是养出来？哪来？哪不来？哪来？好，欢迎杨经理带头弟子不正之风啊！好好好好好。把口罩交给我来付，那总好了。奖金可以当自家的浪子。你开心的了。哎，我呀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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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一个号头奖金还不够付。啊，刚许多啊。哎，报给你爸爸听听啊，好的。啊，咦，来来说，拉拉说，发咪来得来咪。等我啊。我有了喂。滴答当滴答，答答滴咚答，有啥个开心啊？来了唱五十娘子军啊！侬听好，来来烧两块两个五，拉拉烧六块六个五，发面来四块三个两，倒来米一块两个三，一共是十三块，别嘎别，两块头已经扣他了。来来，我有老张，哎，老张师傅啊，今朝那唱就我做不来，我也没办法想。一只汤，第二只只香酥鸭子，哎，你呀，哎，不知道个，一个有三彩铜牛五节奏啊，杨经理，那么真正好歌，好歌，哦，明白讲，你都要能够抵支出二十斤，十三块八个帮我付清，李哥，刚刚，李哥，刚刚，那么好在。
女朋友泡汤仔。哎，来了，哎。马队，马队。嗯。嗯。马队，吃点心吧。哎呀，我的福利呀、啊！嗯，福利呀、啊！你家个女朋友姓傅？哎，嗯，啊，姓傅，啥地方来的？姓么姓傅，长么长得蛮美丽的，叫傅丽。啊对。哎呀，马是阿。马是只阿。哎呀，我姓只阿。哎，哎呀，搿上地么啥地方来的阿呢？我寻着富丽阿个房子。哦哟！哎呀，搿房子嘛没看下来呀。啊？哎，真的、啊？那？哎呀，对个对个。哦？嗯？破四旧的辰光，你爸爸心里哈。唉，可惜，只有半只。嗯嗯。丽娜，我到外面去看看啊。哦。对不起啊。嗯，江南名菜咯。哦，我的福利啊，我寻得你好苦啊！我夜里想你，夜里也想你，今朝总算把我寻着了。哦，神经病！嗯嗯，哎，福利啊，福利呢？回去吧。福利呢？哎，哎哎哎，同志啊，嗯，侬不要误会啊。我不是寻侬，我是寻只富丽阿，是一只失传几十年的江南名菜。啊，我是德育楼工作的，我叫那，哎哎哎，同志啊，哎呀，同志啊，能不能先借借拨我？我有急用。抱歉，是阿拉爸爸叫我借的。啊。妹，嗯，其实侬急需要用，先借拨侬看。啊，一个礼拜够伐？哎呀，够了，谢谢啊。请问侬？哦，工作单位德育楼，名叫羊毛头。嗯，羊毛头。哦，都是为你介绍过的。Sweet and sour pork chop. Sweet and ham pork chop. 嗯，身价三十，香葱嘛一滴，盐两滴，黄酒二两，酱油嘛三，哎。啊 ，chicken slices with egg white. Duck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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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crambled egg. 哎，刚刚，你哪还来是阿子阿子啦？要四少富丽呀，五百房子，只好 duck。嗨，富丽房子寻得着。啊，寻得着，富丽寻得着。来，当心。来，阿对个，江南名菜咯，阿对。哎，侬看呀，喏，辣辣该搭。六十阿糊涂，不是噶？我查过了，六十古代叫富丽，哎，搿两张方子拼起来还可以呀。啊，那拼看看，那我来拼。阿来噻。阿到福后头，我到后头再。请喝一杯茶。Thank you。来，黄酒嘛。
哎呀，你讲讲，还比另外比个牛屎。啊？比个牛屎，李娟我看不落分高兴过。你刚打了一个赌心门，告诉呢，小小德云楼批准啦。真的？当然是这个了。开心，真开心，小小德云楼领导一批准。不要唱嘞！做啥？我下头半句闲话没讲出来了。啥样啦？啊，哪能啊？小小德云楼上级是批准了，杨经理讲要卡一卡。啊？为啥？老扎骨子，一头胡子，两个女朋友头面子，能算好啥子？能没得送到啥人家去了？送出我的好管我啊！不管你，不要过来！一只狗把唱，真能，真善心。我讲哪啊？不要一不称心嘛，就像磕他头的苍蝇。大家动动脑筋嘛。哎，刚刚。哎。我趟蔡志军再来，你事业磕一磕咋？好嘞，我叫范小刚，难道非要叫我刚刚？我今年33岁，能托王阿姨介绍个女朋友也不容易。哎，刚刚。啊。刚刚。来。小老爷是看中侬的人呢，还是看中侬手里五元花人啊？李哥，我看啊，看中伊手里的五元了花人。不对，我看是看中伊个人，不过五元也放少口。真笨，我说聪明啥子？能有啥证据呢？哎，搿蛮容易的，来。啊？嘿嘿，阿说得够，犯啥子？哼，经理不同意，侪怪侬一个人家。老子都让我走啥了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谁让你搿能介，小小的有了不要办了。耶，做啥不要办了？搿能办好了喂呢？啊，奶奶，有信心勿啦？哎，有信心。如果有急性的闲话，阿拉就定个1发3招。好吧，只要阿拉相互督促，严格遵守，我就不相信办不好小小的有了。好吧，马上定。3张就3张，不要讲3张，其实老张，你想当吃货啊？来，快点下。来，你想当吃货噻？我走到摄像机前走到，就到说这个感应力讲，不要紧啊，你说我这。爸爸，小小德云楼由你亲自去办，有啥个不好？我不放心啊。不放心？你已经订了1发3张，1发4张还是空的。啊，为1发3张了，更没害我。慢点，你刚刚去呢。哎，哥哥们呢？哎，慢慢讲。德云楼一个事体，有你两个人在，那个位胡市长只有旁听资格啊。哈哈哈，我不讲啊。哎呀，麻烦了，这个。快点讲。啊，多多保证，是顾客进门想拍小照，出门想看看相。蛮好。那么姐妹呢？姐妹们，每天上班第一道。工作不大，枕头塌。哈个，真有决心。阿仔，做人家的吧。哎，你不发言就。我不讲啊。哎，又讲讲了，摄像机需做到，数量不多，也不少。来呀，你听呢，搿点小青年也有前途呀。好，讲得呱呱叫。啊，可惜做不得。爸爸，还有我。每月上交利润5800，还要获得名册副理啊！哎，上交5800啊，还要获得副理啊！听得我嘴巴在笑话。嗯，哎，马队长，啊，你是哪做得的？嗯，马队长，我看你是做不得的，随手摘啊！哎，你要真的能做到个点条件，爸爸一定同意多办些些得有嘞。哎，讲闲话算数吗？嘿嘿，胡子拉拉年纪半百，讲闲话不算哪叫爸爸？好个，哎，妹妹姐，要是做不得哪呢？奖金扣脱，再扣工资。哦，我不同意个。你要是扣脱工资，每个月拨屋里向个20块是一分两分少。妈，妈，那么利益周期完结，现在是2:1:0啊。妈，侬不要急呀，爸爸不敢答应的了。啥？我不敢啊？我想想也笑出来啊！哎，来呀，你写他两什么就收着，答应嘛，非答应啊？哦，那，爸爸，
你们想？哎呀，慢点呀，你还说错子呀？你也是工资扣掉，这样来结婚搞啥买不起，没法过的。哎呀，妈，你不要管呀，爸爸又不管的了。啥？为啥讲我不管了？哎，妈的呀，你讲闲话也算数的。胡子拉拉，年纪半百。年纪半百个儿子，野毛头，讲闲话算数的。呵呵，你也真的够标准，来。水伸出来。哎，来呀，你做啥？三结账。你非结账买的一个当，等辰光你自个负责。靠哪要哪个？哎，没的，妹妹姐。算了，哎，还是爸爸会得哪个？阿拉不来了。哎，妹妹姐，不来了。哎，妹弟娘，来，你来做中人。来。来啊。还是真啊！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哎，妹哈，你真个三结账子。上半夜放我拍个电视片，我硬来不去看。现在半个钟头来上班，小花，搿位就是公雄电视演员乔梅，搿是东风菜场的傅丽娜跟倩倩。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哎，那个，周浩，这位啊，周浩，这位啊，爸爸妈，你要叫傅丽娜？哎，对个，我上趟才猜到这位。哎呀妈，杨经理。哎，大家快来欢迎杨经理啊！哦，经理，欢迎侬参加阿拉开张鸣炮仪式。啥？小小队员里开张还要放礼炮啦？哎，好的，来家！好，来，杨经理，杨妈妈，好的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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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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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两位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当心啊，当心，来，好。咦，哪能像开汽水了？我们想再赚点钞票个，哪个才是次礼品？啊？哎呀，你拍到哪还没次礼品呢？真的有点干黑黑个。跑上跑上嘛，就要一鸣惊人哎，侬啊！该只炮仗跟你的工作一样，虽然不能一鸣惊人，但还是能够发光发热的。搞得不错，来这个插花型的毛巾自家烤还是浪费呀？烤毛巾不哪能会得浪费呢？你晓得一条毛巾重新洗就一共烤几趟？1284趟，自家烤掉2趟还是浪费。对，金钱办企业，
马同志，那么对不住啊。哎。福利啊，烧好菜。杨经理，杨妈妈，请上福利啊。啊。为分开张营业，自家先吃起来的。爸爸，这个是你自家出钞票试烧的，不用公家一分钱。哦，那要尝尝看。爸爸，也有听那个。来来来来，啊，来来来，平常听你领的。哎，刚刚，这两张房子拼了一道不来事的嘛？刚刚，那么这样就靠他。哎，这趟不成功，继续再试试。钞票我来啊。不过，别忘记开一张发票。啊，啥？等到妈个打包些啊。好，大家准备好。没啊，来来来。谢谢对月里开张，我送一点谢谢礼物奔动啊，我没有回来的嘛。别急别急，杨经理，能真正关心我里亲年狗，哎呦，包了噶好，肯定是宝贝，哎，肯定好么子呢？耍个么子家？啊？啊？一件一部，哎，才好送一个白白啊，送一个么子，收嘞收嘞，啊？不欢迎啊！好，准备营业。哎，哎，同志啊，阿姨回去了。对不起啊，再等一些。好好，等一下再来吧。嘿，你好。好。嗯。一只草食精来加上，小妹，小妹，哎，咦，出去了。贵州王爷叫侬回来，侬。嘿，今朝拿头一天开张，我总归要来用它两遍，碰碰场，对吧？六个里差多少斤啊？哎，来哥哥，哎，你来了啊？来呀！买的，那老规矩，你收嘛，照规矩。哼，哦哟，哎，来呀，来呀！那姑娘，哎，当心啊！来，别过。哦，来，当我说话来。哎，啊，拿了这里开分店啊，离阿拉屋里向更加近了呀。啊，喏，龙塘村过去就到了，有便当了。后门开到龙塘口来着。上趟饭店的小刘你认得过啊？小刘啊，哎呀，小刘没老叫了。不过伊拉个菜没哪个他烧得到的，龙嘛也特有嘞。哦。哎，来吃烤子。来加上来噻。那。啊。妈。小妹，哎，小妹。哎。这啥？不对，侬搞错脱了，我要的是草食精呀。炒得进烧好菜，要老规矩。对，后天照规矩。侬戆脱了，不认得我是啥人啊？我，哪认得我是啥人了？侬不是小妹呀？喏，哎，大家侪叫侬戆戆。葛么能是认那个人，还是认草食精了？啥么子啊？还是我只认得草食精啊？哎呀，有啥个稀奇啦？哼，像侬搿种家人啊，喏哎，还好改改嘞。老实跟侬讲，勿是王阿姨跟我讲好闲话啊，嘿，侬是听也听勿到我嘞。
也不照照侬自家的只反思。我这反思哪能了？我想烫头。哼，看不到后门马三门子。关照侬，从今朝开始，我连蛋关蛋，饭关饭，不搭腮。呸！刚刚，刚刚，哎，哪能了？哦，看我吧。哎，哎呀，刚刚，算了。来呀，你看呢？搿点三千年哪？勿对啊。哎，上趟白骨汤吃的多少钞票？多多。来来，手拉拉手，发米来得了米。好，13块，别个别阿爹。哎，这个哪能？爸爸，你真开。嗯，来真好。哎，慢慢讲。这个是老的有了一个账，我副本多做啥？咦，哎，我这么多呀，副多哎呦，哎，这个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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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打电话，准备出去啊！哎，好嘞。啊啊，马爹娘。啊。大奶吃一根个萝卜干啊。哎。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哦，好牛，大公司苏州啊。It's wonderful, it's 杭州。The little moon reaching tower building. The little moon reaching tower building. Hi, guys. Hello. Is this a restaurant? Is this a restaurant? Excuse me. Jamie. Hey. Is this a restaurant? Yes. Working. I first test, please. Thanks. Okay, let's go. Auntie, 请不要乱丢果皮。去去去去去。同志，请早。哈哈哈哈哈！请用。好的。哎呦，这块马巾打得香喷喷、热洞洞，我老是打啥子发色？同志，喝杯开水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你都晓得有了长得特别懒，都有了呆的。哎，你还晓得，我不是懒得有了上课呀。哦。哎，白科长你还认得个？白科长啊，熟悉个呀。哦，可是上一讲你三个人自家人在。你对待每个顾客嘛，侪像自家人一样个。哎，我一看啊，就晓得你这个小囡蛮活络个。哎，搿么是啊？等下你手机咋来嘛？啊？三位御书嘛的呀。好个，御书嘛子啊，请你点菜。好个。那两位吃的哪呢？拿规矩四菜一汤。好。哟，同志，来来来，楼上请。差不多。楼上是亚洲啊。下个菜型，嗯，开阳焖蛋、排骨、生菜汤，两杯啤酒。请问你几个人吃？哎，我一个人吃完。一个人。不瞒你说。我身体不好呀，浑身侪是点毛病，喏，有高血、贫血、心肌梗塞，喏，特别不爱吃醋，所以才补充点营养。哈哈，你这味道是不错啊。青阳哥，有你行动。哎，哎，嗯，哦。大伙开个辰光嘛，我代表弟子个写写意见。大致啊，外边说个来，搿边写写都有你带进开支出来。真个呢？说侬大阔了，哎，那个意见提得对个哟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四根啊，请坐，来说话，请坐，哎，说话说话。那两位吃点啥？来点呢？差五片，差三十，三十平门，再把你拐到水里呢。啊？啊？一来二两不到穷啊！哦，
要么来摘，要么炒五片炒三鲜，三十平门外加一只手里袋，老浪在。哎呦！谢谢你。要么来摘。那炒三鲜。喂。啤酒。我猜阿达我喊我去了。哦，来了啊。这个是侬个菜单，一共是13.35。啊，那啥句个价？发句嘛。有一趟我都把裤衩一打打到院里去吃嘛，也是四菜一汤嘛，只有2块的哇。啊，上趟是上趟，改趟是改趟。我们还有一趟，你去买张五品豆肉粉，我给你1块的，算出来个铜钿，我还喊买包大肉粉了呀。大肉粉。要么开门咯、哦！我等你下午你做啥啦？你听不进？搿不要紧的，吃与勿吃，阿拉同样招待侬的。那，闲话里向三个我吃不起哇！搿么讲点拨你听听呐、我们五次海参用啥又勿真难吃个？啊，没好没好。啊，是哪个两只头名山菜我吃不起啊？啊，够了。够了够了。嗯。该这两张10块的现金发啥个的？吃吃吃吃，我吃。阿奶，你当我喊个啥个三菜啊？喏，四菜一汤。啊，哎呀，10块菜，当我喊只啥的三菜？我一个人呀，省心吃坏脱我哇。呀，这个不是侬自家点的吗？当我坏脱两张。好个，啥个菜啊？一只菜花呀。嗯。只香菇菜心。嗯他们当我换一只，好的，那么我当侬换一只巴菲塔，嗯，三鲜塔，我要翻个。哦，对了，那么我当侬换一只，侬自家来点只汤吧。换一只，么子么要稀奇点的。好的好的。味道么要嗨一眼的。好的。菜片么也。来上上吧，袋子浪有酱油了还，葱烧酱油汤吃吃么老大着，来上袋。是啊。嗯。哈哈哈哈哈！怪得你做啥啦？你一日伢子讲，我来他太烦嘴。那么好的，我带侬喊下去了。兄弟。啊？侬出来啦！刚刚师傅叫咱你往里来摘。啥？炒五片好了吧？那白烧菜，五片好摘好摘。嘿嘿，真棒！搞啥么子？呀，炒五片来了啊！请多点宝贵意见。来，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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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味道哪呢？蛮好，意呀风风闻。啊，刚刚，哎，快来一趟，做啥？我来搞，皮皮香香。哎呦，哎呀呀呀呀！同志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只能重新炒一张。不要紧个，不要紧个。不挨个呀，那哈得该得有奖意了啦。家鱼们翻动力的，每五天摘摘家鱼，多吃点家鱼喝着哇。你搞啥？真的，五片摘摘家鱼，味道还蛮鲜的。哼，排骨、焖蛋、啤酒全部在齐了啊！大臭个！我年纪轻辰光是不吃臭的，阿是年纪大子，他反而叫我吃臭啊！哼，推脱你！吃个么子是不好推的。我不吃个嘛。哎，同志啊，搿只糖醋排骨，娘拨侬来吃。嗯。侬上非要吃臭啊，辣乎也吃个。哦，好个。拿过来么子？哼。同志，对不起啊。不要紧个。喂，你来看伢，我操，门帘里向还有骨头辣海了。哦，嘿嘿，侬自家吃吃口。啊？不是骨头啥么子啊？硬蹦蹦、歪溜溜，吃下去牙齿也掉脱个了。哎呦哇！啥么子啊？一只开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啥哈子呀？哎，同志啊，你讲不吃醋，排骨太塌。在了鸡蛋里向寻骨头嘛，搿就勿对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大哥，坐上我去啊，好。哎，等，是，哎，好好，大哥，别想了哈。那，多少年多，有饭吃吃我啊？啥个闲话？你介大块的吃不了个。就是吃我下面难消化。好了，别想了，我不巴适的，我要向人民来信，我要吃干多，我去寻白科长去。
不过咱们要讲道理啊，对。哎，哈子哈子，你吃我吃不上肉干。你才长肉噻。咦，伊们今朝就是盖子爬了，他个爬头想来他便宜货呀。我来他很多便宜货啊。好了。我用张姨夫真难吃的了，我来他很多便宜货。哎呀，阿姨同志啊，我嫌弃啥？弄我人，好好吃吃。我那个小驴嘛。哎，你那可以骂人吗？我哪不对啊？啊，大家听好，别骂人啊。好了，弄起来专门吃爬头的，都老对了，吃到死要对。有。哎呀，这年头好龙虾，我去寻多少只？好好好，把你眼色都懂了。好好，小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走。哎呀！明朝喂，哎，嗯，啊，嗯，大眼啦，哎。小福，侬，我带来两本菜谱。哦，哎呀，太谢谢了。小雅，嗯，侬今朝哪能，迭能愁眉苦脸的？嗨，刚刚为了不开后门，和伊女朋友处脱了。搿么侬，自家呢？我，嗯，我啥地方的女朋友？会不会得没主意嘛？侬也讲我聪明啊！辣屋里么就你妈讲我聪明，你爸爸一直嫌我笨。笨？嗯。侬到底笨了不笨嘛？我有个谜语，让侬猜一猜。好啊，侬讲。傻小子，有一个好姑娘，傻小子要好姑娘，配呀么配人上。是谁？哎，我猜着这，是你。我。你猜上里个？猜上。切切，你说对不对？对你。这对不对？小夫，侬是想来悄悄介绍拨讲讲？侬真帮了我大忙了。怪不得，那妈讲侬聪明。哎，我脑子是蛮快的。快是快的，就是聪明的转弯了。嗯？没转弯。喂，老王。哦，白科长。电话打过吧？对了，电话我已经打过了，刚有要紧事体。收养金的，快点到公司里来。等我。哦，来了，养金的来了。马上进来。好好好。
八科生，还有啥事体了？女的。啊啊。家乡不一了，今日我顾客是来忙，讲都讲不。马丁呢？上班去着哇，还有啥事体？那。啊，是你买的一个变洋心的是吧？为要变洋心嘞，等于那个牌子也被你推光脱个是。哎，买的不是俺在公寓里向去了哇？啥？你还有心思不讲公寓了？谢谢你啊，不客气啊。爸爸，哎，侬不是讲要到生日就报到去吗？我已经去过了，今天是我们义务劳动啊。啊，爸爸，哎，半个钟头以后我要带一个人，不能看看。是我女儿的事事。爸，是公事。哦。小小得一楼有困难，侬迭个新上任的生日就局长嘛，也应该去。了解了解嘛。这个是公事。不过，我要帮我了解了解这个人。嗯，还是事实嘛。嗯。哈哈哈！明白了，公事把事实。不不不，公事合营，对不对？毛爹，嗯，女方来子能叫我哪能办？哎，侬不是谈过朋友的，吵吵浪费不算账。上趟是开门我答，上趟伊们啥么子啊？哎，啊，小范，炒十斤啥价的一只了？六角。炒鱼片呢？一块两个五。还有炒花鳞呢？两块四角六。跟味道是蛮好的。哎哎，嗨，不加调料做来着。里趟一方得改在炒冷饭子。嗯，亲你蛮欢喜看电影的。嗯，对，侬帮伊谈电影啊？哎，我电影看得蛮多个。今朝才忘记脱在啊。嗯，小雅哥喂。哎呀，出大事体嘞！看呐，女方不来了。哎呦，女方夫来我抱着。哎呀，不来是个，也好了，不能跑个。刚刚都没来电话讲，杨经理为此歇歇得月来，来公司里吃子批评，连夜寻来首长，再到公寓里来着。寻得来了？啥？杨经理来着？哎，我又不来三个。杨经理咳上水，我喝得缩缩的，下趟再谈吧。哎呀，侬坐好，我阿姨也坐好。哎，来想个办法啊。你，阿姨啊，你啥听呢？我让你爸爸来了公园里向兜圈子，千万不要兜到这个地方来啊！谢德子，平原游击队，叫他团团转。哎，对，有什么？哎，对对对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嗯，嗯，哎，嗯，咋地讲？哼，巧巧，我等等弄急啥了，我不去走。咦？搿哪能可以呢？我搭人家已经讲好了。我看见买啥人瞎给，非得开口个。用不着侬开口的呀，伊问侬啥么，侬回答一声就可以了。万一你不问么，我哪办法呢？伊不可能不问侬的。嗯，对个，假使伊不问侬么，侬就问伊炒十斤。问你炒十斤做啥啦？哦，是迭能个，上个一次落高头去。预备。哎，那个人哪改了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。嘿嘿，搿人是女士衣裳的。咦，你看，啥体啊？戴的是穿女人衣裳的。谁的名字是可啊？哎，哟，好，跟踪追击。哪能办法呢？可是事体。哎，哎哎，来了来了。要到快了啊！小夫，哎，咦，毛丁，哎，嗯，各位是，咦，巧巧，恁来做啥家？
范先刚，来呢。我哎，那认得啊？我的老同学，跟他谈谈啊。哎，蛮好蛮好。哎哎，谈谈。能，请坐。你坐呢？你快来，快点。嗨，杨经理您好。嗨，杨经理，你来兜里爬山哇？哎哈，你到了该打。毛头呢？毛头啊？哎，侬去问伊。我不敢，你去问你。哦，你都吃饭了？哎呦，哎呦，嘟嘟，哎。哎，杨经理，你慢些走喂，慢些走喂。恁阿欢喜看电影个？不大看个。有一部叫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，蛮好看个。讲第三家？大概是讲一男一女认得在，后来不晓得哪能，一个女个嘣跑到后里开着，哦。侬不要吓啊！我是刚刚听得了一口，搿搭还蛮悲个。清晨，开心个嘛，侬要看，不是为了爱情。讲点啥内容讲？讲点啥嘛？也是讲一男一女认得在，后来不晓得哪能，连个女个变出两个男朋友。搿女个总出老嗨个。哦，我是刚刚听得了一口。哦，还有一部叫《爱情》啊。能姓啥个？姓啥啦？咦，我姓范，叫范小刚。哎呀，我不是没那一个。哦，恁是讲那部电影里？嗯。那部电影里不止一男一女个，男女老少蛮多个，三个像我的店里个钱家富了，曹德金一样个。啊，曹德金，听说蔡德金是拿纳税猜坏。六个头一来着。罗水菜嘛讲不上去，不过花人五有三有，味道也蛮好个。我倒蛮欢喜吃个，下趟我来忙一下。啊，嗯，好个，请过来好者。我单到店里来忙嘛，两位再个点个叫啊。那个，你哪啦？那个，不讲子。能听好哦，嗯。能听好，店里现在搞承包，店里哪能规定，我哪能烧，都是五元，都是花人，我也烧不来口。啊，总算把我讲完在，能要跑，能跑吧。啊好，一两个六骨头，把我带脱在，不要紧了。嗯，啊，咦，切，哎呀，切呀，啊好好好。哎，毛队，能讲来侬啊？去啊啊啊！我去呢啊啊！两张票子，哎呦！嗯、哎，哪能啦？声音啊不，人啊跑脱在。侬啊，哎，来，咦？嗯？哪能只有一张在？哎，快走啊！嗯？哎呀，快走！哦，小特仔，哎，悄悄，哦，特仔，同志们，千万不好慢动作，再慢要倒特仔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快跑啊！哎，快跑！哈哈哈告诉我，一、二、一，马队在啥地方？一、二、一，啊，呼吸放松一点啊，胸挺得高一点。哎呦呦，多多，好，哎，多多，快点来，快点来。多多，侬来啊，当心上头啊。哎，好，我了解到啥地方。多多，哈哈哈哈哈。来，小姐，
哎呦喂！小同志，你要离饭？哎，对了，剃光啊，剃光难看。哎，你把还剃光噶？哎，对。哎呀，侬不晓得，阿拉经理一直盯牢我头发，那一剃光了，也认不出来了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情了吧？啊？哎，哎，不要搞了，好吧？不是噶，我刚没来听。嗯嗯嗯嗯嗯嗯嗯，哦。哎，啥事情啊？又离饭啊！哎，啊，来来来来好了，好，站住！哟，你为什么不要离饭？我们不功夫呀。那因为店里个班三爷爷厂子穷我，现在有人民来信搁阿里读，公司领导们还有得想检查，所以我想来我也不啥去了。但你不打架，我看惹你生气的不是这批小爷，是你公司里的上级，是侬个妹呀。妹呀，来来说，拉拉说，差不多。你不会打张报告给你的上级的上级？打报告，没哈，我印着地理费啊，走在，到下次地去吧。乖乖，哪一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？处理公司科长。那么他的上级呢？上级叫局长。我要是局长，我一定把事情调查清楚，秉公办理。啥？你是局长啊？你要么是理发局局长，你好做局长，我好做部长了。老部长，你说的。老部长，慢点了，稍稍好。你在当一些部长嘛？东东，你再快扛车来。耶！爸爸啊，这个是羊毛的同志，小富爸爸。哦，我以为阿拉是同行了。我们两个人差不多啊。小鸭各位，那鸭来了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看你打到啥地方去？没哈嘛的呀，你来给打。小富，这个是我爸爸。你看，这个是我爸爸。来。小杨爸爸，这个是阿拉爸爸，伊拉认得个呀。哎呀，理发叫局长，老部长，不要讲了。马队啊，现在有人民来信跟很多山寨都有嘞，快点回去向我们乘客检讨。阿拉有没错？向啥个检讨了？讲得对，搿你也不晓得啥事体，干了还做啥了？侬只考虑啥个来信，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。你要是不拿检查下出来，小小队员里就不好开门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去，外地。爸爸。啊。侬可以，哪能啦？哦，还有公司合营的任务。还没解决啊。不管你怎么看，我看啊，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连爸爸都搞不清啊。啊，不过人我倒是蛮欢喜的，蛮好，蛮好。你说好了，笨得了不转弯的。刚刚侬不是讲搿拉女朋友不吃香烟了吗？斗特仔啊！啊！我昨日看见呢，他切切呢，哎哎呀！哎，不要搞仔，女朋友蛮好，花女卡斗特仔。哪能啦？处理公司打电话通知，从今朝开始
停止供应原料。哎，那么是不是走人买豆腐好？哦，嗯，向师傅，啊，阿是真的订日子啊？真的。我写了份报告给商业局，大家看看啊。好好好，看看看看。你要是要来，那么快，啥子订日呢？你是写报告了？那看啊。喂，是我啊。喂，阿拉爸爸讲的，可以当那地级局长。哦，真的。你。对。那马上就来。好的，这位啊。啊。这位。哎呦，局长的位置呢？我来数数看。呀，也不李峰叔来这啊！哎呀，这哪敢呢？哎呀呀呀，怎么搞的？那当哟。哎呀，是小夫爸爸。我当是局长来了。坐。小夫爸爸。啊啊。局长呢？在，马上就跟你们谈。呀，小夫爸爸，你这边有好的个嘛？哎，伢是经常他局长理发噶。嗯，局长的头。都是我包下来的，其实蛮干的，伊也是个老头子啊。嗯，差不多。哦哟，不真干。咦？啊，来坐。哦。小夫爸爸，啊，侬勿要误会，伊拉是怕局长年纪大了，喏，不懂你青年的，啊。哦，老了就不懂青年人的心，这个我不大相信。不相信嘞？侬就拿阿拉杨经理来讲，伊一日到夜盯牢我个头发，伊又不懂个，我迭个实像是外国电影《追捕》里向石村警长个石样哎。你不像石村警长，哎，倒像妇女组长。哎，侬是理发师哎，侬看看我理啥个石样最好看。我看像牧马人男主角的发型。不长不短，青年色，乖乖老叫啊！哎，师傅爸爸，你得蛮熟悉电影的嘛？下班以后看看电影，调节调节嘛，大家都欢喜的啊！哎，这个这个，师傅爸爸，我问呢，海子里向看个？看过的。龙山里。啊，看过的。还有一部日本片《生死里》，俺看个。嗯，没有看过。哎呀，这个片子嘛，在这领着。哦，这个领，那个领，你们青年人可以练一练啊！我这个老头子不能再练了啊！小爸爸，你搞得真有意思。是啊，要懂得你们青年人的心是不容易啊，要帮助你们发扬优点，克服缺点。对不对啊？啊！侬这个两句我讲到我心里去了吧？哎，像伊就应该当局长。对，来，搿只位置侬去坐啊！先生，侬当局长就好嘞。不要动，头昏嘞。好了，当心啊！局长。啊。有人进来。哦，我就来。嗯。帮上你来讲呀。小夫爸爸。啊。你就是局长，老叫了啊！局长，你就是局长，谁局长？局长，好局长！哎，那张师傅，你哪来着？是鸡汤，鸡汤接不成，喏。啊，清汤是鸡五块五。啊，松子桂五四块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张师傅送水鸡是要来着呀？啊，喏。那拉水管。怎么是你家？白科长，侬为啥要你停业整顿？你们玩什么嘛？顾客是流氓，不，阿拉没骂过。还有，你们夸下海口是要杀出福利啊，如果杀不出来怎么办？哼，这样的大事情，你也不环保，如果杀不出来，岂不造成局外的影响？杀福利那个房子寻着着，寻着着，哎，东西，寻着房子，不等于杀出阿子。哼，好好好。
我要向新郎那个叫上万八十一十。杨经理侬看看，叫他们订一盏灯，他们偏要接待顾客，还要跟顾客嘻嘻哈哈，像什么样子？哎，你好像认得个嘛？对对对，在公园里头啊。哦，叫张。叫张。理发叫个理发师。哎。这是啊，哪同志啊？今日这里订一盏灯，五样饭吃。哎，我不是，我不是来吃饭的。也没有人要剃头，我们马上要开完了。哎，我，好好。白科长，上日叫我副局长，侬认得吧？副局长我通通熟悉个，这是新上任的正局长，下启政区了，还没有见面。好的，那么我来介绍一下啊。各位就是上年就新来个局长老夫啊，那个新朋友，嘿嘿，真个局长啊，老部长。来来来，请坐。副局长，副局长，请坐。好好，请坐。坐坐坐坐坐。副局长，今天我主要是来录制一封声明来信的了。很好，那说的怎么样啊？是人这样的，小小的一楼刚开张。就得罪了很多顾客，在群众中影响极大。有位顾客来吃草皮，连盐都不让放了。哦，你呀，我马里斯吧，马里斯吧，大哥，我弄过来了。连江同志来了，同志吧，大哥来弄了。哎，请老板，请老板。鱼送过来了。哎，连江同志，你好，你好。好的，那我们开回去。哎，今日这里订一盏灯，你少开点一盏灯讲。侬是说呢？你们讨工作，讨不到的，讨不下的个下台早晚。哦，谁是吃草皮的？那好了，给这草皮还是连盐都不要放。哎，下台张同志，请不要孤立，把事情经过向我们局长谈谈。上么子？该个是挑一袋去上干。哎哎，买好，局长，谁当来的？怎么的？走走走。事体么是该让干。哥哥那是当买哈个，李莎当重新采装，那不是非要在？那五片仔在江一江吃下去的嘛，不是你呀？是一个胖嘟嘟个胖女人呀？对个对个，这封声明来信全是这个胖女人写的了。啥么子？那非要去替你哈三五四挨的？你还讲嘞？李家的儿子到了三月桥处理公司当科长个，心包。吃饱这个饱，同志啊，请轻一点，我有点耳朵痛了。啊，老婆啊，我这里也有一封人民来信啊。哦，也是一封啊。亮亮龙龙说：“米粒馍。”白科长，侬听好，奶奶烧，姥姥烧，两块两公，六块六公，发面来倒来面。块三个两，一块两个三。侬一年来到德育楼，一共吃了193.62元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侬不要急嘛。搿个才是侬个女士发票。娘哦，进机上面的事情，我从来是清清爽爽的啦。啊，哎，对个，白科长，你让侬娘娘到了德育楼来吃，搿个两块对你是清爽的，其余部分是我当来清爽的。有个白科长拿木材公司王师王科长房哥有个办法的，还有中白公司老老同，侪是你摆头来过。还有的，你困醒的？我困是困个，醒是阿脚醒了呢。副局长，哎呦，副局长，侬听我讲，我家里比你爷娘个老早死过，说的不要是个娘娘亲自这种形容我。好好的说。哎，白科长，你娘娘来着？喏，欢迎欢迎啊！欢迎欢迎！真的真的，过去的事情我不会得计较的。开玩笑，你这。是吧？你这玉米头啊，一落天才不能躺平走哎！我是那份委屈呀。哎呦，侬还不适意啊？我们清扫一下啊。哈哈的哈的。来规矩四菜一汤。哎，侬蛮好带只开动来个。哈个，我下一趟一定带来。这香水我摆辣盖个里。哟，这棉花摊倒差不多啊。两块钱四菜一汤，
还有相助啊，服务真周到啊。你们是关系户呀？啊，不识相。嘿，我来的是是不识相。喂，你啥单位的？上一家啊。哦，哎呀，更加是家人噻。你都个大爷啊，做哪些的？这还是一次性处理的么子，也是郁闷。先通知上我啊哈！我现在就通知你啊。这次我们教练啊，是要处理一下不正之风，蒙上开后门。开后门呀，开我通啊，啥得是个？总有杀猪的一天。哎呦，口气大不行，你是啥人啦？我是上你就脚脏，把娘娘绑到发黑了。哎，来啦，请尝尝家乡名菜红莲阿拉啊！啊，小弟阿奶啊，谁了谁了？阿姨，小弟，谁呀？啊，去呀！哎，谁呀？Thank you.